个足种咪，介寒介寒，你还介酸，你啊拢无止吐出来，你敢看会出来有肥啊无肥的？看这呐，这快一层楼了耶！这边的风呢，比新竹的可怕。你这里。太狡辩了，所以我就不太懂他在讲什么。哎，把它转一下，这样。我的手是比较大，所以看不出来很大。Hello， 大家，我是乖乖。现在是凌晨四点，大家猜猜看，我凌晨四点穿成这样要干嘛？什么鬼地方？等一下，好害怕下去，好可怕！大家不要怀疑，现在两边都是海水，一个不小心直接下去填海，越晃就有一种快要到的感觉。大家看到旁边那个一闪一闪的啊，是烟囱。到了，到了。我们现在要用走的去另外一个窟啦。我原本是很兴奋的跟四小哥说，我要青蛙装，我要下水，然后他一直说你确定？我现在走到这边之后，我就有点不太确定。大家看那个右边那边有一颗灯，他们那边就现在正在抓，然后我的右边这边就是那个池子。手机呢？手机呢？手机在这边吗？你还要拿手机说？哎呀！今天是过年前两天，那海边的人都很忙，凌晨四点还想睡觉，好累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下海跟海边的人呢一起工作，提振精神。今天就下来跟大家介绍我大学打工的店，也是全逢甲最好吃的店，也是全台湾第一间干烧蛤蟆，也是全台湾最好吃的蛤蟆店。因为如果没有吃过我们家的蛤蟆呢，我跟你讲，你就不算有来逛过逢甲夜市。现在呢，就是已经陆陆续续有把蛤蟆捕上来了，然后蛤蟆呢捕上来之后会先放到这个筛网，等一下我们就会拍，它就会这样震震震震震震震，然后分批小的跟空壳就会跑到下面。阿姨们呢，就是陆陆续续就会一直分到天亮，从凌晨分到天亮，然后陆续都有在抓。那你看他们现在把满壳的这些空壳啊、小壳的啊，把它挑出来，然后再把空的篮子再把它放进去。哦，然后看上面上面上面。这就是捕上来的蛤蟆，捕上来蛤蟆，然后他们准备要把它倒进去机器里面，等一下就会超大声，就一直抠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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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超大声的。好。那如果壳太多的话，那要做二筛。好，他们现在就把它倒下去了，然后就会加水跟震荡，然后来分这个蛤蟆的大小。有一个人呢负责把这些蛤蟆再往回推，大家有没有看到陆陆续续有蛮多掉下来了？这些就是有过关的，有过关的就会继续前进，没有过关的就会掉下去，掉到下面的篮子。过关的在这里。Okay.
好高哦！小弟啊！我这个最差的了，我这个。我这个太差了。新的一批又补上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吊车把蛤蟆吊起来了。小哥，这个一篮啊，大概是几公斤啊？这一篮大概七十左右。70公斤，哇，那这样子有没有办法预测说它一篮筛出来之后大概会剩多少？你说以一篮七十斤来讲，筛出来大概一半左右吧。七十斤还是七十公斤啊？七十斤，七十台斤，对。哦、然后筛出来大概就剩下35这样。大概剩一半左右，5到6成左右。那这样子是算状况好还是状况不好？这样子的状况其实算不太好。不太好。对。所以今年的状况就是不太好。对，今年的状况大家普遍都不太好。为什么？气候的关系也有，再来就是雨水吧，强降雨，都会有影响蛤蜊的生长。雨下太多的时候，淡水太多，它们就会死掉。对对。那气候的话是太冷吗？还是太热？忽冷忽热。忽冷忽热也会影响。再来就是夏天太热，影响的收成是绝对会有的。那今年像是因为蛤蟆都是比如说放下去10层嘛，然后看收起来几层来判断今年收成好不好嘛。那今年的收成大概是几层？今年哦，今年大概预估大概是在5成左右吧。5成，那很感觉听起来很低耶。对。所以今年的蛤蟆就是会比较贵咯。是啊是啊。对。那过今年过年会不会有什么缺货的情况？应该是不会了，对，缺货的状况应该是不会有。市场上会比较需求比较大的时候，就是过年跟中秋节吗？对，对，大概都在这两个季节的需求量会比较大。那我们今天收的蛤蟆，这样子收起来之后，是养了多久的蛤蟆？它这个是，如果是从育苗开始算起的话，到成型到放养到这么大个，大概需要2年的时间。2年。对。那不就是池子轮流养？它有分育苗和成型的池子是不一样的。像它这个是专门养大颗的，对，大概是抓每台斤500粒的小颗蛤蟆来养。拿一共宅啊那种放养之后，这一池放养之后大概养了大概1年多，快1年半左右。然后我觉得啊，对，因为不下去，真的吗？太冷。我可以穿，就是想要在岸上，但是不下去。真的假的？我觉得你下去一点。放去了。现在让我们来郑重介绍一下我的前老板，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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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不要给他任何机会反应。小哥，为什么你今天穿这样？我穿这样。啊？你们要下去的？没有啊。你为什么不下去？这种机会当然留给你啊，我每天都要下去。你不要工作吗？我看着他们工作就好。所以等一下就我自己下去吗？对。只有我一个人下去，这样子对吗？我刚刚下去的时候，他还是说：“你确定？你确定？你确定？”我就说：“因为只是拍一次而已。”人生难得的机会。我跟大家说，我等一下就是先下去一脚。如果觉得实在太冷了，我就把它抽起来，然后站在岸边跟大家就是说明一下这样子。那我们就让四角哥来为我们介绍蛤蟆捕捞起来之前会有什么预备动作，跟蛤蟆捕捞的这个顺序。蛤蟆捕捞之前会先准备一些机具吧，设备啊。例如阿比，
我没讲，这是你讲的，我都没有讲。我看旁边很多空罐。没办法，天气太冷或者是太累，要补充一下体力是一定要的。对，我没有讲哪个品牌，那是你讲的。大家都知道海边喝什么好不好？一开始我们先准备一些机械啊，比如说吊车，然后电动塞机、帆布等等的，这些都是基本的。所以吊车是直接带过来的，我以为吊车本来就放在那里。没有，它是可拆式。哦，可拆式。活动可拆式的，俗称小金刚。小金刚。对啊，另外一个就是拉机。拉机啊。对，它是专门捕捞在水里面捕捞蛤蟆的一个器具。对，它有引擎、高压水柱等等的。对，你等一下可以，你可以下去就看得到。你刚刚不是说我们等一下可以？我差点讲错了。那个蛤蟆拉机，它在捕捞的时候，它是抽水起来吗？对，它是抽水，利用高压水柱的原理，将躲在土里的蛤蜊冲起来，然后后面会有个网子把它收集起来，然后收到我们的黑色篮子来过电动塞机来分大小。哦，所以它是冲的，不是抽的。它是抽水起来用冲的，冲土，抽水。先抽水，然后把土冲掉，然后就会变成只有蛤蟆。对对。哦，看来我都还记得嘛。抽起来之后嘞，有什么动作？抽起来之后，它会在收集在一个黑色的篮子里面，到我们岸边用小金刚把它吊起来。对对对。吊起来之后，就放在电动塞机来分壳。小颗的蛤蟆和大颗的蛤蟆，那最后再由我们这些阿姨啊工人来做挑选，挑选好的和坏的，对，那好的我们就用装布袋上面做集装，对。大致上就这样子。那他们除了挑好的跟坏的以外，大小会在这边挑吗？大小我回去再另外挑。回去是回到哪里？回到我们厂区里面会另外再分大小，细部处理还要再回厂区做。对，不然的话时间会拖太久。回去之后会需要土沙吗？要，我们的东西回去一定都要经过土沙的。对，跟着一起下去了。这个下去会不会摔死啊？大家看这个高度，这快一层楼了耶！它这个没有任何阶梯可言，它在抓这个草。OK， 安全下来了。那我要怎么下去？慢慢的走下去。我先抓着旁边这个草。Oh my god！ 我都要忘记这个触感了。一走进去水里面的那个触感呢，就是水会把你的脚整个缩起来。好，我下来了。这件青蛙装没有破洞，慢慢的往那个垃圾移动，然后。跟岸上四脚哥说拜拜。我现在已经分不出来它到底有没有进水，很冰哎。好的，大家不要觉得我这个速度很慢，你们下来也是一样，差不多这个速度。好，大家看到远处的这个蛤蟆呢，用了一个很像是浮板的东西飘在水上，然后蛤蟆就会装在上面。我不知道踩到什么。大哥，弟弟家单银拖拐吗？啊？弟弟家单银拖拐吗？我给他换。啊。哎，你今天行几年呐？这挂第三挂哦。第三挂。哎呀。哎，差不多要行几挂？嗯，几挂换？几挂都换哦。不好意思，听不到。我等下再给换一瓶的啊。你等下再给一瓶。我一瓶不吃啊。哦。我要去你家等下，再叫我两个再换。啊，你这块差不多要开多久啊？啊，看一秒，几点我就用啊，几点啊？哦，是安尼哦。对啊。啊，伊若倒倒去啊，唔该慢慢等。对啊。啊，你做这倒偌久啊？我。我停五六年无做啊，我搁走做房务啊，怎啊才搁来咧做诶？是啊。嘿啊，进前做几啊年啊。嘿。嘿啊，啊，搁做房务做五六年，才无做，才搁来做这啊。哦。
这做这暗时拢免困啊呢？有啊，我七点外就困啊。七点外就困，啊几点起来？一两点。大家看，现在那个垃圾要过来了，然后大哥呢就把这个篮子推过去。我们现在缓慢的跟上，缓慢的跟上。那个大家如果没有看到我的脸的话呢，就是请不要介意，因为风从这边吹过来。那这边的风呢，比新竹的可怕。这个就是垃圾，这个就垃圾。然后大家看到它下面有一个水管，这里。反正这个引擎就是很吵，然后我猜啦，因为四脚都不下来嘛，没办法，它不下来嘛，我就乱讲解。我猜它从这边抽，然后从那边吐，我不知道啦，错的话就被骂，没办法，它不下来。然后后面看一下，后面开始那个捕起来的蛤蟆。然后就放到篮子上。我叫文姐，敢不是那个大手柄遐抽起来，啊，为这个我先讲，安尼造出来。拢是在内底啊。啊，然后你啊，甲接起安尼。安那？今日扛几年啊？你讲啥物？我听无。行安尼行几年啊？哦，抓好啊。今仔两台抓起来。交叉就好啊，遐你个空气就结束啊。遐外口内底用个。会啊。正寒呢。系啊，你敢会寒？嘛是会寒，哪会袂寒？我到底咧习惯啊咧。我到人习惯啦。看不看成冷的目睭？哎，刚刚撸啊撸青马哦。今天嘛，爱过偌久才会较清。我行未过咧，我行未过。好行啦。哦。好，阿伯，我到家就好。各位，大家看我的水到这里。已经到我大腿了，再上来就到我肚子。这个我的肚子呢是我的中心火源，所以我没有办法再过去了。大哥也一直跟我讲说卖拐了，卖拐了。然后因为他脚冰冷，所以我就不太懂他在讲什么。那反正就是呢，我们目送他们离开，这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就是我这个东西只会拍一次，所以大家好好看，这很冷。这很冷，我瞬间陷下去。四小哥帮我拍照。大家好啊，我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在逢甲打工的一些小故事。那像是我们店呢，因为这个非常非常有名，很多的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啦、香港的客人啦，专程一下飞机就坐计程车杀到逢甲夜市的我们店门口。但有的时候呢，真的很不好意思，就是九点卖完咯，就我们六点开卖，九点卖完，一天只上三个小时，老板要付整天的钱，每天都秒杀的时光呢，虽然很忙，但是蛮欢乐的。也有一些人会在大概晚上九点十点的时候出现，大概四个男生吧，然后出现，然后一来就要点六盒原味，然后吃完之后呢，听他们说好像就这样九点，或者是一些爸妈呢，他们假日小朋友放学下课之后就会带小朋友来这边。还有遇过有客人呢，不止一个，真的不止一个，他第一次来吃完之后连续大概一个礼拜吧，每天都来吃。店面真的很小，不到三坪，这边是柜台，这边在煮，这边有个看板。那客人会有没有发现他在这边的一个小小的缝隙啊，拿出他的手机在那边偷拍看那个后面是怎么煮的，因为他觉得太好吃了。从第一天拍到第七天，每天都来买，
买完之后就在旁边拍。大概到了第八天，他总算就是受不了，就偷偷问我们柜台说：“哎，你们那个蛤蟆是怎么煮的啊？怎么可以那么好吃啊？我自己回家煮，我也买了蛤蟆啊。我看你们也做蛤蟆跟米酒而已啊。我还想说是我锅子的问题，我还买了跟你们一样的锅子，哎，煮出来，他说他自己煮的，他不敢吃，很臭这样。然后他就一直不懂说到底。”问题在哪里？是不是我们蛤蟆在下锅之前就掺了什么东西，怪怪的？他不管怎么看，他都觉得说没有任何的秘诀。这样，我跟你讲，我知道他在那边偷拍，但是呢，我们老板一点都不会阻止他们，我们都会放心的让他们偷拍，因为我们的蛤蟆呢都是老板自己养的。你买得到吗？你买得到吗？蛤蟆都是当天捕起来、屠杀完之后送到店里面，当天哦。在市面上绝对不可能买得到当天的蛤蜊，所以呢，我们店的蛤蟆呢，你在家里面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就是不管你再怎么拍那些做法，其实重点都在于蛤蟆本身。我在水里面等这么久，就是为了这一刻。大家看到满载而归的蛤蟆现在被钓上去了，然后就这个，上岸了，没什么知觉耶，OK， 顺利上岸，上，好，我现在手没有知觉，开心吗？开心吗？我是不是应该说开心？过年期间的蛤蟆呢，就是这么来的。全台湾的蛤蟆呢，就是这么来的，就是必须要泡在这个寒冬当中。我刚一度想说，问一下里面的大哥会不会觉得很冷，然后他是叹了一口气跟我说：“蛮是热啊，那我可以呗。”我还以为他会跟我说：“我已经习惯了啦，怎样。”没有，他说：“蛮是热啊。”其实这个行业就是很辛苦，吹风日晒的，夏天热的要命，冬天冷到快死掉了。什么时候会日晒？就夏天的时候。因为捕捞不是都是晚上。你如果是在夏天的话，大概4:30左右太阳就升起来。通常这个会抓到大概9:00-10:00左右了。对。我们上次就是太阳一出来之后就热到我躲回车上，然后现在陆陆续续的就是一直捕捞上来。然后我们等一下是不是可以什么？我辛苦工作了。好啦，等一下可以吃好料的，新鲜现捞的好料的。
你好，你好。你伫遮咧背，安尼斜背安那？叫脚啊，叫脚啊，叫乌粒啊。嘿，乌粒啊是啥？包头的。包头的是啥？包头内底就是四季。哦，包头的哦。嘿嘿嘿嘿。哦，安尼，吼，迄落是规规骹汤的乌底底，哦，个拢刷个对啦，对对。后壁这个是翘起来的吼，就是咧处理好个甲歹个安尼，嗯，嘿嘿。啊，你安尼翘偌久啊？哦，阮哦，阮翘十外年咯。十外年哦。嘿嘿。你也该酸。哎啦，那凶袂酸，就酸哦，啊，迄袂酸。做坐在我哭几天啊，还袂酸，啊，解寒解寒，寒寒天食寒，热天食热哦，嘿啊，伫外口啊，寒天食寒，热天食热啊，啊，你今仔算有寒无？今仔也还好，哦，嘿啊，顶下迄两天寒流鼻水，哈哈哈哈哈。今仔差不多来徛到几点？无一定，阮这时间无一定的，嘿，因若掠好就好安尼。嘿，伊若掠讲歹掠咯，安尼阮做好就好。啊，伊你若掠到下晡，阮嘛在做到下晡。哦，嘿嘿嘿，阮这无限时间的呐。哦，今日蛤蟆有水无？还好啦，真肥啦。真肥啊！嘿、哦，还好。安尼，伊安尼啊，拢无挤吐出来，安尼敢看会出来有肥啊无肥的？有啦，看这啦，看这，看这，这都是足肥的。看这种的都是足肥的啦。安那看，安那看。看这船足黄甘的啊，足黄甘的，庙啊就是足肥的啊。哦。嘿嘿。啊，刚安尼到快出来有对一个是较无肥的。哦，这样都无，无差不多啦，这啦，客拢规区庙啊拢差不多啦。哦。这因家叫分庙啊哈。嘿，有的讲分庙，啊有的讲蛤蟆。一只一只讲的口气无同啦，嘿，所以你讲就是这口家呢，对对对，嗯啊，嘿嘿，叫我做较肥。哦，就是较肥啊，安尼就是寡人的时阵较不一定啦，伊熬起才有通的啦，啊有的嘛是寒天嘛无啊。哦，安尼啊，这不是讲寒天热天的问题啦，是人饲的问题啦，在人饲的。对对。还、啊、是讲，伊要哪饲，较有法度饲到遮肥啊？那就问窟主，咱都袂晓。迄人伊饲的，伊人因技术的问题。哦，恁拢骑机车来？嘿，我拢家骑机车过来。你才多够困？有啦，哪会无困？暗头都爱困啊，啊无两三点都爱起来啊。哦，安尼几点食饭？四点。无啦，伊较等下五六点外六七点倒袂来，阮食啦，食早起啦。我讲暗顿，你暗顿啥时阵食？暗顿哦，暗顿无一定啦，咱咧伫咱兜无一定啦，做用咱倒通食。我想讲，食饱马上就要困啊。无啦，无啊，侪人个啦，有诶几十点，有诶六五六点、六七点倒去困啦，这时间就侪咱安排咯啦，咱诶自由啦。阿妈讲爱困就来困啊。对啊，爱困就困啦。困袂去的。啊，困袂去嘛是到迄时间爬起来，时间到嘛都要爬起来做啊。哦。对啊，无一定啦。是啦，这样困就是安尼啊。对啦，对啦，对啦。哈哈哈！较早迄个大学的时阵，迄个打工啦。打工啦。嘿。嘿啊，嘿啊。你做钓钓妹哦。无。无。大家天更亮了，大家看一下，天快亮了，有非常漂亮的红色的云霞。今天呢，就是边抓蛤蟆边带大家看日出，漂亮吗？大家听到讲心灵凉哎，这么凉哎，看一下我喝什么。这里，这一桶，有麦芽茶还没透的，先麦芽透，有水，勃朗咖啡，我们以前也蛮常喝这个的，还有维他露 P， 噔噔，这不是业配。好，那今天就是带大家来看蛤蟆怎么捕，还有看日出。捕到都已经日出了，大家看这个
海面上有垃圾，然后后面有红色的云霞，很漂亮。这个工作就是这样，从晚上到日出，再到正中午的时候。然后这边看一下，这边就是补上来已经挑好的蛤蟆，总共目前有1、2、3、4、5、6、7，七袋了，七袋满的。然后大家看，都蛮大颗的，近看一下。哦，我手不太能活动哎，我先摸个暖暖包，哎，摸不到，那算了，反正就是这样。这个大小呢，像是这个就很大，这个就很大，这个、就很大。我的手是比较大啦，所以看不出来很大啦。刚刚那个阿嬷说，她那个嘴巴黄黄的，看起来就是很肥。四小哥是吗？哦，对，要看她嘴巴的光泽。光泽？对，她嘴巴有如果有光泽滑溜的话，她就是好。哦。像这个就是好的。好的意思就是肥吗？它是活的，新鲜活的。活的哦。嘴巴有光泽。对。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死掉的嘛，会有一些空壳或干嘛的。那像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就是好的大颗滑溜的，有没有？看它嘴巴的光泽。不是湿湿的就会有光泽吗？不一定嘞。不一定啊。对。看起来不知道好不好吃，只要实际吃过啊，那什么时候要吃啊？好冷哦。实在。好冷哦。要回去了吗？还没。哎，把它转一下，这样。转一下。好了，我们现在已经从库拉那边回来了，瞬间觉得很温暖。然后刚刚在帮蛤蟆吐沙，然后吐完沙之后马上就拿过来，当当当当，等一下要吃的。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吃蛤蟆配这个海鲜泡面。一颗，等一下让他们走一点。动了，动了，动了，开了。噔噔噔噔噔。好，准备夹了。其实我很不会夹，本来就是有开就把它夹起来。嗯。对，有开就把它夹起来，这都熟。赞赞赞赞赞赞！大家有没有看到？超饱满，那哎，其实我觉得好像要再快一点，是我很不会夹，还是四小哥你比较会夹？要我夹吗？那你夹好了，等到我夹完，他们都缩小了。辛苦了一整天，就是等待这一刻。对，就是吃。对。之前在冯家打工最常做的事情呢，不是卖蛤蟆，是吃蛤蟆。然
那就开动了。吃蛤蟆有一个诀窍，就是快很准。赞。一碗没了。阿Q 生猛海鲜泡面加现捞海边小乌蛤蜊，好，我就没吃了，刚刚好，泡一碗泡面的时间，再加上蛤蟆，刚好煮熟。人家是不是在业配？不是，希望。那我就要来吃我的这个豪华版海鲜泡面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再帮我按赞。那如果喜欢我，就要帮我订阅哦，拜拜。小哥要爬进冷冻库帮我拿那个真空包，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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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这是我们海边小屋可爱的金鱼盒子。这是电影，然后从外面拿进来。